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孩子。这一集开箱那个 Nigel Capone 跟 Mason Mihara 他联名的那个丹宁布的帆布鞋，然后是浅色的。他之前有先发深色的。OK，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很精致的包装，他的这个叫做不织布袋。然后看一下实鞋，就是每一个都有再用一个布织布袋去装起来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实色。那 Mason Mihara 他这个的鞋子就是要溶解鞋，那我自己买都有买，真的是蛮好穿的，也很好搭。不论是你要穿古着啊，或者是可能像工装，也都蛮适合的。就是有一种复古的感觉。那设计上基本上都一样，差别在于这个布料。布料的话，浅色的版本有做一点这种破坏的感觉。然后一样是做没有收边的这种设计哈。那版型的话是基本上要小一号，小一号穿。那如果你脚板是直的话，可能要小个 1.5 左右，那再拿捏一下。然后我想想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这双是浅蓝色丹宁布料的啊，还有一点，它是有一种也是有一点水洗感、落色感的。好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实鞋，底下在做这个红边条的设计。都蛮好看的，好，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说，拜拜。